我在这个 Bodega Shuttle 上面，大家一起坐这个 Shuttle Bus 去看流星。哎呀，这个 bus 两层的呀！今天是赵杰莹第一次参与国庆日的游行庆典，可以看出来他非常兴奋。这次的国庆游行体验非常开心，祝大家国庆日快乐！